地球诞生之初，我不断地被召唤，一直在寻找下一个能让我满足的战场。肉体的碰撞和汗水的击打，这才是属于战场最迷人的味道。果然，野蛮的战斗才能让我的勇士们尽情成长。去战吧，孩子们，会有一个新的特洛伊城给你们。啊，用人性的弱点把最强的凯撒玩弄于股掌之中，还掌握了他的军队和国家，人性的战争果然更有点意思。又穿越了，哎，变成一代女皇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朕拖出去。手握权力号令天下的滋味真是太美妙了，江山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没有什么比这个再爽的了。这样，哎，这次又变自由女神了。怎么龙椅也穿越过来了？哼，你闻到了吗？空气中硝烟的味道让我的血液都沸腾起来。什么是自由的真相？是同伴鲜血铺出的路。斗志、人性、权力、牺牲，这个世界的战斗居然都能满足。这一次我不会再离开，你愿意陪我爽快一战吗？兄弟们，